这是台南市东山区蛤蟆沙部落学堂，伫巷仔口有班级花甲乌手的铁雕艺术品。对巷仔行入来的铁厝壁上有彩绘西拉雅的动物甲植物，并且以西拉雅族语来做介绍。每一冬的叶季甲小海季。是农历的9月初四甲9月初五，今年是国历的10月21甲22，这会使讲是蛤蟆沙人的过年。巷仔行入来了，会先看到这间东公社。边啊有东公社的详细介绍。这间邮局伫别只应该足少看到。槟榔兄甲米酒弟坐伫部落学堂的头前。部落学堂是伫2013年创立的，目前是蛤蟆沙人开会、上课、甲办活动的一个场所。